若你们要与我为敌，这里将是你们的埋骨之地，从此以后振兴位置不复存在。今日之后，十八古城之地还有谁胆敢针对洛云阁主？很快其余古城也将彻底恢复安宁，在洛云阁主的带领下，十八古城必将崛起。现在我承认，就算我们四人联手也远远不敌你，你最终依旧不敢杀我们。